请 Team X 杨冰仪、陈琳、汪嘉玲立刻到教导出来。拿出自己的态度，想左想右比谁都清楚，我的任性我做主，不想再听你们的说教，甩掉生命中的包袱，就算前方仍是个错误，跌倒了也不认输。我不关心的事情从来都不在乎，想再这样，每天都被规则束缚。